中考一错题错误率高达 90%。 What is this? 这是什么？ It's MP3, 它是一个 MP3。 那么根据翻译呢，横线上应该是表示一个，表示一个我们用 A 或者是 B。 那么 C 可以直接排除掉，那么 D 呢， The 表示的是这或者是那，跟题意不符，直接把 C 和 D 排除掉。接着看 A 和 B， 那么什么时候用 a 表示一个呢？一般是辅音发音开头，我们用的是 a， 叫做辅头 a。 那么什么时候用 m 表示一个呢？一般是这个单词的开头发音是元音发音开头，我们用的是 m， 辅头 a， 元头 m。 那么看这个题啊， MP3， 老师 m 是辅音字母？ No no no， 我们这边看的是发音字母 M， 它的发音是 I， 嗯 M， 对，看的是发音，开头发音是 I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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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一个短元音，哎，元音开头，源头 M， 所以正确答案是 It's an MP3， 你做对了吗？